这个项目你们负责对接，明天的出货量和出货时间再和王总确定一下。以琛，累死我了，爸爸。哥，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？公司有急事，关于一个女客户。哦，女客户啊。最近生意上有点事情，所以想问一下怎么哄女孩子开心。这个简单，你就顺着她，比方说她问你这个口红色号好不好看，你就该买。对，事情就应该办到点子上。万宁，天好冷啊，我脚都冻疼了。哥，大胆一点，胡嫂子。鞋湿吧，我买的。我太难了。还好赶得及时，不然就糟了。你谁呀、啊？你都拽我一路了，现在才想起来问我事情，你有病吗？怎么不好了？丫丫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难不成我还能吃你和一个男人的醋？那就好。丫丫就是这家娃娃机，你抓一个准。一千，刚买奶茶100。还说不吃醋？你这是想扣光我一个月的零花钱？你的失误害我追了那么久，要点赔本费，很正常。那我不喝了。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在手机灭屏之前完成付款。好吧，那我可能没钱了。那你可以要好好表现啊，我会奖励你的。不对，你这奶茶不甜，你要退我差价。现在甜了吗？甜。以琛，爱你哦。你现在看这个最近可火了。以琛，走路不要看手机，安全第一。好的。靠，你就靠我和跟以琛哥谈得来吧。就姐这年纪，看得懂我心动吗？豆腐看好了。来，以琛。哟，这不是以琛吗？怎么后分手以后找疯子当女友？以琛，怎么每次出门都能碰到前面？你该不会碰到变态了吧？谁生气惹谁了？对吧，以琛？牙尖嘴利，不是泼妇似的。你有更年期吧？丫丫多可爱啊！我觉得她还在青春期呢。大庭广众之下透露。这是正常人干的事情吗？我想干嘛就干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这广场是你家开的？这跟谁家的有关系吗？你这种行为影响和破坏道德。原来在自家院子跳舞也有味道的。逸晨，你有没有神经病吧？他在这儿。你们干什么？送你走啊，毕竟危险的人物。